怎么了？一直打，他心脏不好。他心脏不好？对。啊！天哪！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听得到我呼叫吗 ？Hello。他之前有这样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过。可以吗？他还有呼吸吗？有，还有。还有呼吸。嗯。我还有摸到脉搏了、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知道你跌倒吗？没事没事，他还 OK 啊 OK。先坐着先坐着哈。跟你说不要走路。吓到啊！真的是，去一下医院啦，去医院。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我看你刚刚那个呼吸好像不是很正常。哦，我刚如果没量到你的脉搏，我就要给你做 CPR 了。嗯，谢谢。不会不会。现在有哪边比较不舒服的？对，左边。可能摔到这里吧。摔到这里。